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ポリ替山同学，泽井同学，情况不乐观呐、而且上面居然还写着经常忘记带东西，被妈妈看到的话一定会大发雷霆的。那么希望同学们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春假。是小丸子怎么啦？一想到成绩册我就觉得头大，虽然放假是很开心，不过多了成绩册就郁闷了。可不是嘛。再见了小丸子。再见了。怎么了小丸子？妈妈刚才用野狗追我。啊，这样啊，没事吧？你吓坏了吗？来快点进来吧。今天真是倒大霉了。快把讨厌的事情办完，然后就可以休息了。应该放进去了呀。难道是刚才逃跑的时候？救命啊！不会吧！小丸子，帮我去买点东西。我在路上找了东西，我去捡回来，马上就回来。糟了糟了！要是哪个被人看到的话，究竟掉在哪儿了呢？到底是不是在这附近呢？好厉害呀，这个捡到好东西了呗。不会是……喂，你快看啊，这个是小英的成绩册。他成绩真是惨不忍睹啊。喂，你们两个干嘛随便看人家的东西啊？还给我。这是你干嘛呀小英？这个是你掉的吗？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们了。究竟掉到哪儿去了呢？难道是……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好好学习的，那样的话……好厉害呀小英，全部都是五啊，真是天才呢呗。哎呀，小丸子，怎么了？中野爷爷，我刚才去你家跟你爷爷下围棋，正要回去呢。你在找东西呀？不是，没什么，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啦。不过，我是真的没丢什么要紧的东西。我要帮忙就这么让他为难吗？那我就不该打招呼。不过又不能这样放任不管。
那个到底丢了什么呀？其实那个怎么办呢？又不能跟他说是成绩册，看样子还得赶紧找到才行啊。四角形的纸，白色的那种。啊，是纸啊，在这附近掉的吗？啊，应该是的。居然已经开始找了。要是中原爷爷先找到成绩册的话，怎么办呢？咦，同学。歪歪同学。你是在找东西吗？那个小丸子在找纸。中原爷爷。原来如此，是这样的呀。婉伟同学，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不用在意的。不行，我婉伟莫南作为班长，不能在同学有困难的时候却坐视不理，我也要来帮忙。那张纸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英同学，请你再说的具体一点好吗？那张纸大概有这么大吧。嗯，上面还写着一些字。一些字，另外呢还有数字。数字？英同学，你不会是把成绩册给弄丢了吧？成绩册？不是这样的，怎么可能嘛？就算我再迷糊，也不可能弄丢成绩册呀。怎么会有人弄丢成绩册呢？自己也不脸红。这样的话，那我也来帮忙吧。作为交换，英同学，下次选举的时候，请你务必投我一票哦。我知道了，我会投的。那么你可以不用帮忙了。你是在这附近弄丢的吗？呵呵，这下糟了啊！既希望能找到，又希望找不到啊！英同学，这个明明就是成绩册吧？好吧，既然这样，一定要比王伟同学先找到。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神情这么认真，不过真不好办的。我差不多该回去了，和妻子约好了要一起去买东西的。老公，他明明说3点就回来的呀。那个，不好意思，找到了吗？不是，说不出口。就是这么认真在找的两个人，说我要回去了，何况还是自己说要帮忙的。可是家里还要在等我回家的妻子。老公，他不会是遇上事故了吧？那个，中野爷爷。我说要帮忙却这样，实在非常抱歉。我妻子在家里等我回去，所以差不多我该……我说呢，您干嘛不早说呀？您这么忙还帮我找，真谢谢您了。您有困难却还对我笑脸相迎，跟他比起来，对不起呀。接下来要想办法把他也支走。小丸子到底去哪儿了呢？下雨了。英同学，要是感冒了就糟了，你还是赶紧先回去吧。等一下，要是被雨淋湿了，成绩册就会变得乱七八糟的。若是被妈妈看到的话，小丸子，那我先走了。婉伟同学，你等等，不要回去，再帮我找找吧。婉伟同学，你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呢。我忘记说了，英同学，下次选举的时候，请你记住答应过为我投一票的哦。你是为了说这个呀？那么再见喽，再见喽。也许已经有人送到这儿来了吧。那个警察叔叔。有什么事吗？那个，我刚刚掉了东西，想问问有没有人送到这儿来啊。你掉了东西？请问掉了什么东西啊？
那个……哎，这个小孩你不是英家的吗？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没有那个我就回不了家了。如果弄丢了会被老师……啊，不对，我一定会先被我妈妈骂死的啦。哎，别急，先说清楚到底丢了什么东西。我刚刚丢了成绩册吧。妈妈，你怎么回来啊？哦，果然是英家的孩子。对了，刚才有个热心的人把你的成绩册送到这儿来了，我刚给你家打过电话呢，所以你妈妈就赶来了。哦，谢谢，原来是这样啊。警察先生，麻烦您了。哎呀，我做了这么久的警察，说真的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弄丢成绩册的呢。是吗？快，小丸子，快点道谢呀。是，谢谢您呐，警察叔叔。再见了。警察叔叔。小丸子。再见，警察叔叔。再见，慢走啊。在心里拼命向警察叔叔呼喊救命的小丸子，不过这个请求是不可能传达到的。说看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前所未有的大发雷霆。妈妈的嗓子哑了。床啦！什么梦？是梦啊！啊，吓死我了！妈妈，你听我说，有个我不认识的人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小丸子，起床啦！”实在太可怕了。起床！还是在做梦吧。好痛啊！啊，终于起床了。姐姐，这一定是梦吧？你快告诉我，这个是梦。吓死我了！你太大惊小怪了吧？可是妈妈的声音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啊？早上起床就成这样了，是不是感冒了呀？这么说起来，昨天妈妈是说过喉咙不舒服，可是没有发烧啊。哈哈，妈妈是不是一只大声的报应啊？哎，你好好想想。小丸子，起床啦！小丸子，这是什么分数啊？小丸子，你每天这样大吼大叫，喉咙当然会痛了。还不是你的错。我觉得你还是去看一下医生吧。是啊。要不等会儿去看看。是啊，去吧。做好了，这下我的假期就搞定了。哇！啊，你这孩子又躺下了，真是有够懒散的。此话非也，姐姐现在可是放假呢。我知道啊。我现在这样可是在尽情的享受假期哟，你看。真是的，基本上都是睡觉。所谓假期，不就是为了能让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而存在的吗？不是吧？那么按计划，我现在要睡午觉了。喂，要是妈妈回来了，看见你这样，又要骂你了。,笑什么呀？好奸诈的样子。你就放心吧。啊？只有睡得好，才能长得壮。你在说什么呀？小丸子自以为说了了不起的话。哎呀，妈妈回来了。我回来了。哎呀，好像更严重了。你要保重啊。对不起，我拿了药回来。还有，医生让我尽量不要说话。
好了，我知道了，你别说了。妈妈，你暂时就不要说话了。对不起呀。没错没错，记住千万别说话。嗯，嘿嘿。你呀。妈妈，不要勉强。就是，千万别勉强，你这样本来能治好的也治不好啦。哦，那个是啊，我现在只是严格按照计划表做而已，我很乖吧？啊，我想起来了，原来是这样啊。你呀，难怪那个时候我。人往往不知不觉就较上了劲儿。原本计划好好睡一睡的，唉，不睡觉的话做什么好呢？学习之类的事还是不写的好，写了也白搭，又不会真的做。小丸子在这点上很诚实。哦，等等，看漫画也是看书啊，那就写看书吧。看完书之后就该看电视了，就写社会学习吧，然后中间休息一下。也就是说，看着漫画和电视懒散的过一天。哇，这张计划表写得不错，太好了，完工了。那么现在我该去社会学习了。哦，喂，你好。啊。请问是太太吗？你好，我是全家烹饪的福田。哦，太太她是推销电话，妈妈那么小气肯定会拒绝的，而且现在也不能说话。哦，来了来了，呵呵呵，是哪位呀？哦，从声音听起来您是一位年轻的太太，您是不是新婚呢？是啊，我是新婚的，你真清楚。哦哦，我想说的是，我跟您介绍一下啊，有一款锅具组合很适合您。哦，介绍锅具啊，这个倒是不错。哎呀，不是说你，我开玩笑的。哎，乔瑟芬怎么在叫？汪汪汪！哎，不好意思啊，我可能要失陪了。那个太太喂，乔瑟芬到底是？唉，演起太太来简直太像了，我作为女演员的演技真是没话说。只是用一堆胡言乱语把推销员弄得云里雾里而已。接下来在妈妈喉咙好起来之前，这种电话就都由我来接吧，因为我可是女演员呢。你在干什么呢？喂，我是在帮忙啊。哦，对了，在计划表里写上帮忙。几天以后，小丸子，快把房间收拾干净。真是的，烦死了。妈妈痊愈了，真是太好了。她又要变得凶巴巴、吵吵嚷嚷的了。只要你不做让人会变得凶巴巴的事就行了。有人在吗？这是能帮助新婚的太太特别简单又好用的锅具套装。新婚的太太？是啊，前几天贵府的年轻太太在电话里跟我说啊，说这个不错，所以我就想推荐一下，请她看一看。年轻的太太，她说的是妈妈吗？我明明已经拒绝她了呀，不过他真的以为我是年轻太太。果然我以后一定会成为超级明星的。哇，怎么了丸子？没
什么，只是……如果您现在买的话，还特别免费附赠围裙，机会不可错过。哎，这个给妈妈穿嘛。这个吗？你们看，我还为乔瑟芬带来了配套的衣服呢。啊，对不起，乔瑟芬现在不在家。乔瑟芬？是吗？年轻太太她现在不在家。不是，其实年轻太太是……丸子，乔瑟芬是谁呀？啊，我回来了。哎呦，有客人呢。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好像是向妈妈来推荐锅具的。锅具？不是，我是来向年轻太太。我们家年轻太太就是这位。怎么了？你看，这是老太太。老太太和年轻太太。那个，这位小兄弟，对不起啊，我们家不需要锅具。那个是围裙吗？这个是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我还是先告辞吧。对不起，打扰了，再见了啊。丸子，乔瑟芬是？小丸子。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之后，小丸子被恢复了生命的妈妈彻底的收拾了一顿。小丸子，小玉，你在担心什么呢？有烦恼的话就告诉我吧，作为交换也听听我的烦恼吧。虽然你可能不太想听这种事，告诉你吧，那个出现了。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玉的烦恼和樱家出现了名为 G 的迷之影，敬请期待呀。